You wanna come in? Bitch, 나는 solo. 얼굴에 침 뱉네. 내 욕심을 다가가지. 지금부터 날 줘. DJ, put it back on. 欢迎来到 Tipper 推播，我是 Eva。每次偶像一出新歌，大家是不是都在期待 Kevin Pop 到底在哪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那一首歌的招牌，甚至还有可能不小心爆红变成了流行语。没错，我们今天要来推播的就是盘点15个韩团超有记忆点的 Kevin Pop。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右下角订阅我们，或是开启小铃铛，让你不错过任何 K-pop 讯息哦。第一个 ，Twice 除了 Sana 的帅帅帅，在 Fancy 里面才音的 Fancy Moa 搭配俏皮的动作，真的超有记忆点。A Feel Special 除了我爱你的经典手势，当然也要提到多弦的 Riff Line， 每次一到这段都会眼睛一亮。第二个一级，汪娜比红的不止抖肩舞，被网友票选为最亮眼的 Kevin Pop 就是有娜的这句 I'm so bad bad， 我很坏坏哦，坏坏。第三个 Stray Kids， 另外 Stray Kids 节奏超强烈的 Coming。第四个 Blackpink 的 Play With Fire， 虽然整首歌都超级好听，但如 Z 的这句 On and On and On 搭配独特的唱腔，真的是忘都忘不了。On and On and On， 大家是不是一看到这个就马上想到这个歌声 ？On and On and On。Jennie 的 solo 进入副歌前的这一句也是经典，只要一唱出来，心中马上就有节奏。第五个妈妈木，妈妈木的经典神曲 Hip， 文馨的头、肩膀、膝盖 Hip 也是被选为记忆点超高。但私心觉得要讲 Kevin Pop， 绝对要提到华莎的霸气一吐。另一首充满拉丁风味的神曲，他的 Kevin Pop 则是华莎的 Bicho Malo。第六个 Red Velvet， 虽然红贝贝的神曲超级多，但超多网友推荐 Pick 感。第七个 Seventeen， 云又在 Fear 的开场喊 I'm Poison， 真的太性感了，只用短短一秒就让人马上记住。而盛行则在 Clap 里面的这句鸡根不妥，搭配他那自信的微笑，真的是马上入榜 Kevin Pop， 少女心瞬间都心动了啊。第八个 BTS， 在2020横扫所有排行榜的 Dynamite 里面的 Kevin Pop 就是这句。而另一首名曲 Fire 最有记忆点的，则是 Suga 喊的这句，不止记忆点高，喊完真的让人超级想大喊 Fire， 呜呜哦。第九个 A Pink， 光是开头那的 ASMR 就已经够吸引人了。I'm so sick of lying. You gotta know that. Kevin Pop 也是由他的那句 Do you love me 拿下。有谁能够不爱孙娜恩呢？第十个 Ice One 的出道曲，整首歌都超中大家胃口。而且由恩菲皇后声音唱的 Bridge， 马上被选为最佳 Kevin Pop 之一。第十一个 NCT Dream， 证明梦队长大的神曲 Boom 绝对是很多一母粉的最爱。灾民的这句 Ice Cream 真的让市民的心跟着冰淇淋一样融化了。Ice Cream。第十二个 SO， 而 SO 帅气的 Monster 则是由忙内世勋唱的这段 Rap That's Right My Type。That's Right My Type。That's Right My Type。You can call me Monster。I'm perfect in your heartbeat。第十三个 Everglow 也是一出道就声势强大，依然在 Adios 里面的这句 Bye for Adios, Bye for Adios， 真的是每次都可以听到歌迷们一起狂喊的程度。Bye for Adios, Bye
第十四个 Winner， 秦宇也在 Really Really 里面的那句 No。 第十五个少女时代。最后虽然少时的名曲真的太多了，但说到 Colin Pa， 绝对不能忘记 Jennie 里面 Tiffany 的这句 DJ Put It Back On， 而且后来还有了纽约版本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盘点的韩团超有记忆点 Killing Pop 特辑，大家觉得哪一个最重你的胃口呢？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也要记得去 FB 搜寻 Tipper 推播，然后追踪我们的官方 IG 跟我的个人 IG， 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噔噔噔噔噔噔，我是不是念出来马上就有哦？对对对对对，哦哦哦的感觉 ，Beach Marlow，I'm poison，I'm poison， 啊，性感。